生日快乐。朋友来庆贺，围住来歌唱，齐声祝你快乐，恭祝生日快乐。朋友来庆贺，围住来歌唱，齐声祝你快乐，恭祝生日快乐。
人生的舞台，期望前途灿烂，就似烟雾弥漫，多少缤纷变幻。国家地震局的最新消息，今天14:28，四川汶川县发生7.6级地震，具体位置在成都附近温江西北55公里，北纬31度，东经103.4度。从我们刚刚从各种渠道得到的消息，重庆多少情路被抢夺，多少生活在一瞬间被埋没，一切变沉默。工作就是差不多7-8个小时一天，好了，文章传染给我们，后来就觉得说，We don't just measure our success by looking at our bottom line. 我的生母是中国，我的养，我的其实我的养母是台湾，我在台湾被养大，然后我在加拿大是我的继母。價錢咧就係70,000-75,000，居住喺條街嗰啲住。Just on our missions, we're to deliver all our toys to Salvation Army, and they will send out all our loves to all the families who need the loves. And also today we saw all the kids when they're coming over and to holding all the teddy bears that we sent from Ontario. You know, makes me feel like, yeah, we're Canadians, everybody loves each other.非常感谢大家今天来出席
这个人人选票，这个作为父母的，如果带住一批小朋友出去行摸，这个又想要这样，这个又想要那样。That's how the democracy in Canada works. It doesn't work by you saying, well, he or she got elected. It works when you say, I helped them get elected. Host Maggie Ng, and we are on location in Waterloo at the Canadian headquarters for Sun Life Finance. Thank you.
I've plugged in.
啲越嚟越远嘅观众，你哋好，我系陈景英，系咪好特别咧？今日我哋化晒妆，系咪好认得我？系咪好睇咗好多？今日我哋好高兴咧，就嚟到呢、這个其实系一个摄影嘅地方啦。咁我哋系影紧做影照嘅，咁我哋好高兴咧，就邀请到我宝新星粤剧团嘅团长王慕良小姐咧接受我哋今次嘅访问。咁嚟紧咧，我哋会系有一连串嘅节目咧，介绍俾大家关于宝新星劇團的做的工作啊，同埋節目的介紹咁樣嘅。我梅麗小姐你好，係陳堅英小姐你好，我哋叫 Marian 啦，觀眾你哋好。咁第一次嚟我哋英語利用嘅節目裏邊，咁其實可以唔可以介紹下你自己咧？少少一分鐘時間，一分鐘時間講好簡潔咁講下啦。就我哋係業餘嘅票友啦。但是就在五年前跟一群朋友很有興趣就組織了這個寶新星粵劇團，陳景英小姐呢也都是現在也都是一份子來的，這個不要提著先來你自己先說一下你自己的故事先。我自己就首先現在看見我呢就是這個是新的打扮，這個蝴蝶的裝身，裝身但是也是新的打扮，但是大約十我開始學有興趣，即都是陳小姐介紹，好介紹噶啦。我入行咧就多得阿陳小姐好多嘅嚇。咁就嗰時我就係以花呢個學習係花旦嘅。咁但係就陳小姐好似五年前離開咗加拿大之後咧，我就轉咗做生啦嚇，生角啦。咁亦都係組織咗呢個寶新星粵劇團。到現在大約是前後由我開始入這個粵劇這個圈子的時間呢，就都大約十二年左右。其實有什麼驅使你最有興趣在粵劇圈，尤其是多倫多粵劇圈裡面是即是周旋的呢？其實周旋又不可以這麼說的，其實是一個興趣，是很偶然的，會被咗呢個粵劇嘅圈子喺多倫多，其實喺香港我都冇話參與演出啊，亦都冇學粵劇嘅。咁但係就好細個都有興趣睇大戲啦。咁我係星迷嚟噶嘛。咁最吸引你舞台上面粵劇嘅舞台上面最吸引你嘅係咩地方？舞台其實咧就係、是、一個即係唔係我唔可以講係俾我哋表演嘅地方，其實係。可以將人生裏面你未必做到的事可以放在個舞台上，是一個每一個人的夢來的。是啊，其實是啦，我們就在追逐這個夢。我們都曾經有老師說過，即演藝事業呢就其實是尋夢者的樂園，大家都是在台上面呢即尋找自己的夢，是吧？是可以這麼說啦。其實我們很膚淺，不過呢就是都多謝陳不要那麼多次這樣說這句話，你以為我們在做緊會。其實說回寶新星的發展和路向，一路以來呢就你都說過你是即星迷，這麼多年可不可以說一下你們的業績呢？第一年一路數下來或者介紹給給觀眾知道下你這幾年做了什麼事啊，可以好不好？在第一年我們選演的是搶錯新娘換錯郎，是林家聲先生的一套劇嚟嘅，觀眾都幾中意睇喜劇，咁好開心嘅睇得，咁佢哋話差唔多到而家都仲記得呢個戲。咁因為開始成立嘅時候，希望有一套比較容易接受啲嘅戲，所以揀咗呢套戲啦。咁跟住第二年咧，我哋就係請邀阿陳景英小姐嗰陣時就翻咗香港演藝學院去實習啦。學習啦，咁我翻咗嚟咧就係演咗個龍鳳爭掛帥。咁嗰陣時阿黃小姐咧仍然係做花旦嘅，正經花旦。咁嗰時仲係撞啱沙士添，我諗我都好有經驗，就係從來未試過出台咧，出台就所有觀眾都係藍色嘅，因為全部戴曬口罩。咁嗰時都係真係好多謝啲觀眾，我哋都仲有成七成觀眾全睇啊。咁佢哋都即係冇話怕，因為沙士。
咁多年其實啲觀眾都好支持我哋。你三年嘅演出係咩？第三年咧，我轉咗身啦，我就做咗一套無情保劍有情天，一個好大嘅挑戰。我要練彈子功，就咁幾十歲人啦，先至開始練彈子功。整大嘅，好大嘅挑戰嚟嘅。不過咧，就真係多謝張老師、張燕燕老師，佢就即係幫咗我哋好多啦。所有嘅彈子功咧，好似虎跳啊、搶背啊咁幾樣嘢咧，咁都教我哋做。咁佢自己仲跳得得多過我哋。我每做一次虎跳，佢就要做起碼三次，我先至做一次，辛苦咗。跟住第四年嘅演出係咩？第四年演出咧就喺呢個花染狀元紅啦，咁花染狀元紅咧就係你都有參與演出啦，係嘛？我哋係客串形式啦。咁跟住嚟緊將會演出嘅係咩先？我哋本應原定係今年2006年咧就演出《樓台會》嘅，咁因為我個人嘅問題咧就時間上咧就推遲到係出年正式正式嘅日子咧，就係2007年5月21日，就係我哋嘅多倫多嘅利舞台喺利舞台演出。嗰日係 Victoria Day， 係星期一嚟嘅。咁但係就放假，咁相信啲觀眾都可以嚟參嚟睇嘅。其實嗰個演出有冇內在原因？點解要選演樓台會嘅？樓台會呢套戲咧，就係、是因為我哋呢幾年都係集中係演阿林生嘅戲，林家聲先生嘅戲，咁佢亦都有喺度指導下我哋啦。因為佢自己喺而家有時喺香港，有時喺多倫多啦，咁亦都大部分時間喺多倫多。咁我哋演佢嘅戲咧，佢亦都係我哋嘅顧問。咁就呢幾年佢都有喺度指導下我哋嚇。咁呢套戲其實係佢選俾我哋演嘅，咁佢希望我哋演呢個樓台會，咁我哋希望盡力。一定可以做到佢好滿意啦，因為我哋始終業餘時間上咧就係、是、翻工一定要翻啦嚇，放咗工用剩低嘅時間去係練習啦。好似而家我哋又攞禮拜日嚟影相啦嚇嚇，咁啊做各方面嘅嘢啦。咁希望用我哋啲時間做到自己盡咗力去做。咁希望到時咧。觀眾會嚟到我哋嘅演出場地咧，支持我哋同埋俾啲意見我哋嘅。咁好啊，今日多謝曬黃婉倫今日嘅時間同埋同大家分享佢嘅經驗啊。咁我哋咧。